过狭长的大道，跑跑跑跑向前跑，困难煎熬脑后抛。灯光大哥你好赞。在撩我，收音，那收音要是要收到。那收音要是要收到，有圆轨的，那种收是不配的，因为都是。没去，太过分吗？没有约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男生好像没有都没有被约到。怕男生花太多钱。可能对啊，一发不可收拾，怎么办？这我是谁啊？有啊，很多人问啊，但我怎么可能跟你们讲呢？对不对？那可以透露一下会是大概在什么范围吗？跟大家大概就是剧中的人物。是的。所以你对于知道凶手的时候的。我还好，因为他其实人还蛮好的。所以目前你身边的人是都不知道凶手是谁的吗？我其实不知道，他知道我被那个。我是江汉，你见不到我，因为我在去见你的路上被……哎，好啦，能不能忍住不剧透，就看天下第一渣接下来的表现啦。那咖啡色带那个人真的是你？是我。尼克拉斯凯奇，约翰屈服他。已经播完了，对，没错啊，好好好，我就要卖关子。对。两个人都是怎么拿到那个情书？对啊，真是的，没拿到情书，我现在就可以继续风流了。怎么会在这种时候咳嗽呢？坏事。江汉就是被车撞了之后，是真的死了。对啊，死了吗？好伤心啊！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哎。那有人就在猜说，就是江汉他会被车撞，就是因为他是
听到录音里面内容。哦，不是因为他该死。音机，音机，张翰是谁呀、啊？是阿达吗？真的要大家要拭目以待了。这个，那你第一季被封为天下第一渣，这个封号是对太不公平。如果我能让观众打从心底不喜欢我演的这个人，或是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的话，那我觉得我的工作算是成功了。因为大家都带着一种我感觉在称赞我的态度在骂我，所以我就觉得好，谢谢大家。这样，渣男在。这第二季好像有点失败了，这不再是渣男的形象。编剧太担心，我就这样子不回头了。心疼我还是很心疼我。哎，你们不是有去见习吗？对对对对，我没去。太过分吗？没有约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男生好像都没有被约到。他男生花太多。可能对啊，一发不可收拾，怎么办？你自己有遇过演艺圈这种潜规则吗？就是我还好了，没有要出卖我的肉体。还是有被诱惑过？被什么诱惑过？被好剧本诱惑。是说啊，在戏里扎了林心如，要是遇到 Hinoki 老大探班，不知道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哎。我们世界差太多了，你能想象江汉如果遇到一个黑道老大会干嘛吗？我先对不起，我先赶快走。华哥真的蛮稳的哈，帅。